你整体的蛋白质太量太多的话，你其他一定会缩少，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就会减少，脂肪也会减少，这时候就造成所谓的营养不均衡的状况出现，那就要避开体积小热量高。对，那像这个啊，你看它糖果，像它这个糖果它体积很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随便这样一吃哦，我这边五个，一个20大卡，五个就100大卡。邀请您一起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。